发表出来。在传统上，太极拳的演练习惯了使用中华的古典乐曲作为套路表演的音乐背景，而这次太极拳拳术的演练是则大胆的采用轻快活泼具有节奏感的 rap 主曲来作为太极拳套路表演的音乐背景，这也是一种创新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。那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中国学太极。呈现的是42式太极剑，现在套路是